声乐家简文秀感谢母校台北教育大学的栽培，捐赠2000万创设若竹精英学院，针对艺术、文化创意、数位设计和运动竞技四大面向培育未来新秀。我很希望将来我们培育的学生像竹子一样这么的正直，这么的自律，这么的坚毅，非常卓越而不傲然，要谦虚自持。优美的嗓音，身为北教大杰出校友，简文秀也捐赠将近4000盏 LED 照明灯，照亮校园的每个角落，带给学生节能又明亮的读书环境。这样一位成功的声乐家跟艺术家，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跟无私的大爱，特别是帮助了很多无数的青年的成长。我也要以学校校友的一份子，感谢学姐以这样的一个若竹精英学院来长期培养我们未来学弟妹们的更长期的人才的养成。谢谢。毕业校友享誉国内外，饮水思源回馈母校，培养年轻世代。大爱新闻回馈转运机台北报道。